啊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维乐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欣赏网友投稿的精彩操作视频。今天网友用的是这个新春限定的静音，叫做加藤正敏，是吧？加藤正敏，我们看他的操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这边刚跨不错，但是被我们看到他这个一技能有延迟爆炸，扔那么多红包是吧，扔在地板上马上就爆炸，而且他这头猪好像被跟踪人是吧，然后他的小男被吊打平 A， 然后一口火喷，哎呀，被龙子卷起来拉过去分身跑掉一技能是吧，丢完一技能，然后对方的原魔丢出来，丢出来然后又被他拉起来，哎，这时候落地平 A，平 A 靠脚踢啊，然后直接毒一技能二技能啊丢出来啊，当时忘记了静音原来是需要充值才能获得，累计充值三天，估计以后会直接让你充18块获得这个静音啊，但是我没有充，这几天没有关注他，所以就现在拿这个忍者也拿不到了啊，挺好看的，噗的一下，哎一个啊风沙阵，感觉风沙阵还没有这个新的秘卷好是吧，我看到新的秘卷风吹的时间比风沙阵久，而且也是比较好用啊，固定在那里不会动，这个被贝壳吹起来，平 A 一技能分身，分身之后过来接他，平 A 一下一技能戳一下，再平 A 两下，这时候被拉住了啊，这时候还有5-6秒的被虐啊，看看能不能啊，最后一秒钟分身之后好又丢了一个，直接上一个大招。啊，大招好像应该是空了吧，对吧？没打到，这时候丢了一个一技能秘剑，召唤了一个秘剑，然后跑开，再丢了一技能，哇！你看里面这只猪啊，这只猪很厉害啊，这跟踪人，这就是限定忍者的好牌。这时候我们看到静音就差点要挂了啊，最后被一只猪给咬死，被一只猪给拱死，是吧？他这只猪还挺厉害啊，猪比静音还厉害。小短腿，一个大长腿，一个小短腿啊！跑啊跑啊跑，一个又是一个分秘卷冻住，哎，这时候想过来拼分身，再来，丢了一技能是吧？没有打到，放狗哦放猪咬人，哎，这时候直接被他那个延迟打到了啊！但这个时候好像是已经刚才召唤了一个那个对吧？他前面两波都没有召唤个秘卷啊！我看到这边又丢了一只猪出去，平 A。冲一下，哎，又被打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家伙好尴尬，那个什么自己受，是吧？这时候他还没有分身，再来一个技能，叮的一下又打起来，再来一个贝壳，最后一波嘛，那个有秘剑就随便丢，哎，这个猪居然会往后退啊！最后一个大招秒掉，新春快乐，果然厉害啊！这位网友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大家有没有拿到这个忍者呢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